就好，你谂下先。我觉得一个真系太过分，所以我先要咁样讲，系咪啊？我完全谂唔明点解你要人哋 keep 住扶你行、啊？就正如我咁样，喂大佬，我当初成立呢一个 YouTube， 我拍一堆咁一啲咁嘅片，我有成年时间系冇捻赚过钱嘅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我自己都要出去做 freelance， 出去做啲乜捻嘢拉拉 move 啊，乜出去做外卖啊？我自己要做一大堆咁嘅 freelance， 做一大堆咁嘅 part time 去经营我呢一个嘅 YouTube channel 啊。OK， 咁当时我系有困难嘅时候，咁当然我系有同啲观众讲过呢一样嘢啦，而我亦都系好感恩有观众去喺嗰个最危急嘅嗰个情况帮咗我一把。但你睇翻我呢一两年嘅影片，其实我系完全冇叫观众咩 super chat， 我乜柒都冇讲嘅。点解啊？因为每一个人都好捻辛苦去做一啲咁嘅，点解我凭啲乜嘢要求啲观众 super chat 我做乜嘢先？佢 super chat 我可能即系佢可能系认同我嘅一啲价值观，又或者系觉得我呢一条片剪得好，所以佢想支持我。但我唔捻系要啲观众无啦话咩？哎呀，我依家我吓去咗其他地方啊！我依家需要人哋支持，吓继续我做咩战略伙伴？你有冇见过咁捻样讲啊？黐线嘅！你赚唔到钱咪做其他嘢咯，使死嘅咩？我真系我拉拉 move 都做捻过啊！话俾你听，我嗰阵疯狂时期，我每一日做拉拉 move 系做到大约500蚊啦，赚到。屌你嗰阵我仲要系剪完片，我最特登去接啲夜晚嘅单啊！其实一样嘢我系冇捻同人哋讲过噶。我系剪完片之后夜晚十点之后，我系做拉拉 move 去帮人哋送嗰啲咩文件啊乜捻嘢，全部100几蚊。我记得夜晚啲单系特别贵啦，唔知100几蚊一张单，我 keep 住咁样做去维持我嘅嗰个 studio 啊，冚家产，我边个人唔系咁样自己努力啊？呢个只不过系我自己嘅个人经历啦，仲有其他人噶，有啲譬如放咗学嘅，喂佢哋自己都学翻门手艺，系咪啊？大家自己去自力更生去做翻啲嘢，贡献翻个社会之余，自己又可以赚翻多啲钱，去继续去做佢嗰个所谓嘅政治理念出嚟啊！个个人都系咁样嘅咋，做装修又有，跟车又有，送外卖又有，系咪啊？你依家你凭啲乜春嘢？你要人哋无条件咁支持你，凭啲乜嘢 ？What？ 凭 what？ 系咪啊？凭咩啊？黐线，分分钟我讲嘢嘅说话仲大卵声过你啊！你讲咗啲乜春嘢啊你？你有冇成日屌中共啊？冚家铲，喂，喂，都系 super chat 先，喂，大佬啊，即系你冇呢个时候 super chat 我啦，系咪先？即系明明头先我系讲紧好抗拒 super chat 呢一样嘢，啊，你又突然 super chat 我，即系系咪啊？喂，真系阿之大，嗱，多谢 super chat 先系啊，我明白你应该系认同我所讲嘅先 super chat 我啫。系咪？即系头先几大杀气啊！你而家咁样搞法，搞到咁尴尬先得噶。系咯，咁总之就，喂，大佬就系，总之每一个人都有努力啦，系咪啊？但系同埋我好话俾你听，基本上咧，我其实我嘅 channel 嘅 super chat 好少好少，嗱冇 super chat 我扑街，就系、是、我嘅 channel 嘅 super chat 真系超少，即系有啲人成日误会到我好似系成日收 super chat 去赚钱。老实讲。我真的可以直接公开给大家去看的。我每一个月的 Super Chat 呢，我是这个500蚊港币都没有添。是啊，可能有时即平均数来讲是200至300蚊的，我很少 Super Chat 的钱的。而我绝大部分的收入就只是靠我影片的那个入面的广告啦，这个是其一啦。第二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透露到，就是我本身都有接一些的 freelance job 的嘛，我靠另一份的 freelance， 另一份的 part time 都是继续维持我这个 YouTube 的嘛。所以其实你说只是单靠我这个 YouTube 呢，老实说我觉得是很吃力啦，只可以说。你想想我本身我的政治立场这么强硬，又没什么广告商找我呢，我只是靠影片的广告，我是有些困难啦，我可以跟你说。但是我是真的没有叫大家说什么要支持我怎样怎样。因为我自己是会用另一种的方式去继续支持我这一种的做法。喂顶你，喂唔好 super chat 我，喂真系唔好，喂大佬真系，喂你咁样搞法，你搞到我依家讲嘢前后矛盾，你知唔知啊？你等到时我头先先讲完每一个月平均200-300，跟住你依家系咁 super chat 我，喂真系好尴尬成件事。啊，总之
我明嘅，即系我知道大家想支持我，冷静啲，我未去到要大家即系 super chat 支持我啦。我唔系嗰啲咩战略伙伴，记住唔系战略伙伴啊，我冇咁犀利啊，我只不过系分享一啲我嘅个人睇法，我嘅见闻，即系譬如我自己睇新闻啊，我睇书啊，我学到嘅嘢，然之后我组织咗之后，我再话翻俾大家听嘅啫，就系咁简单嘅咋，唔好谂到咁伟大，即系可能将来会做翻啲嘢啦，当然系，但系目前为止我真系一个废青嚟嘅，你要记住一样嘢，我真系废青嚟。系啦，总之记住一样嘢啊 ，OK， 唉、哎，真系喂，唔好，真系停一停先，大家，系啊，冇消费车，够噶啦，啊，真够够啊，够啊，诶，好多谢大家，唉、哎，行出嚟，我成个气势冇咗嘛，你明唔明啊？依家系，唉，依家搞到好似有得话人冇得话自己咁样，唉、哎，总之就系咁样啦。咁同埋难听啲讲句啦，即系我会话，即系喂。唉，系啊，多谢支持啊，多谢咁多人 super chat， 唉，多谢晒，唉，得啦，停啊，喂，停啊，屌啊，停啊，喂，唔使 super chat 啦，喂，我真系，我 OK， 我依家我，你明唔明？我工作美好啊，生活愉快，唔使我觉得你哋将啲钱咧，真系嘅，你哋抌晒去其他人嗰度好冇？真系有需要嘅嗰班人，即系我宁愿你支持阿罗冠聪啊、周庭嗰班人好啲啊，知唔知啊？即系我 OK 噶。我觉得自己我冇钱嘅时候，我就会用尽其他方法去赚钱嘅，知唔知啊？